想让你的狗寿命更长，一定要看完这条视频。幼犬出生22天左右做第一次驱虫，隔一个星期之后再做一次驱虫，出生42天开始注射第一针疫苗，然后间隔22天再打一次，总共三针。第三针的时候可以跟狂犬一起打，幼犬每个月给它驱虫一次，成年的狗一般4个月给它做一次驱虫。驱虫我们可以选择国产的比奎酮，虽然价格非常便宜，但是效果非常明显。这么喂狗，你的狗寿命会延长几年。你顿顿喂狗非常饱的话，狗很难活过8年。狗每顿吃得太饱，很容易引发胰腺炎。如果每天喂它7-8成饱，狗会非常活泼健康。咱们可以观察狗的粪便，如果它是呈条形的，那么喂食量可能是刚好，如果是呈现冰淇淋形状一坨一坨的话，很有可能你喂食喂得太多了。